柳师妹近日心绪起伏不定，多肉小翠应该能讨她欢心。静若，你怎么在这里？师父到底怎么？柳师姐与我。选好了，就她了，柳师姐一定会喜欢。柳师姐，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谢谢你啊，有心了。师姐师妹们都很关心。我明白大家。柳师姐那边有天香，怎么会有西夏人？他和柳师姐是什么关系？真是他惹师姐不快，一定要狠狠教训一顿。你是谁？我叫阿朵，是个西夏剑客。你在此有何用意？我来天香提亲，顺道追踪倭寇。提亲？正是扶风。你进。你赶紧离开此地，若有下次，我不会手下留情。你误会了。柳师姐啊，我只是没有准备好，不知道要不要答应他。柳师姐，方台是改日再说。什么问题？几千头羊，还有百亩草原，父母均已亡故，唯有一个孪生兄弟。西夏与中原虽不同祖，万贯家财并无正气。在。你问到什么了？怎么去了那么久？师姐要慎之又慎，